当时是，这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对于，特别是演员哈，他对于他的这个后期的修饰是非常忌讳的，因为他认为演员的身体所有的部分都是他塑造形象的一部分，就你带一个原装的来给我就好了，你如果自己改装过了，那我就不要了。就是这样，是不是导演这样可以去调教对的对，他训练，空他间更甚至大？以前连那个，他连舞蹈学院附中。和戏曲学院附中的他也不要，因为他觉得你被人家练过了，我要一张白纸来练。直到哪一年呢？96年，就章子怡那个班，他们那个班全是舞蹈学院附中的戏曲学院，就是他老是改变思路。从那以后，结果那个班呢出的明星最多，因为他们那些基础好，就是刀马旦呐，什么那个舞蹈的那些基础好。所以这个也是在变化，它根据时代的变化，它也是在调整。但是，而且那个是艺术，我倒是你汪老师刚说，让我想起香港哈、啊、电视圈啊，某最大电视台说，那个主管说，因为你们是谈艺术嘛，电视是娱乐工业产业的嘛，他说进来的人，不管你在幕前出现什么演什么大男一、男二、男三、女一哈、啊，一定要被我安排去整。一定要整，他讲明了啊，在你签约的时候，或者说签约之后，你假如拒绝整了，对不起，我不签，要么签了，我不会给你安排角色啊，因为很简单嘛，我投资给你嘛，我没有把你当人啊，你是个商品啊，我叫商品，这个地方凸了出来要烧一下，这个地方凹进去，我要把它扩大啊，他说讲明的，不然你不用演了啊。你看，王老师，我这么跟你讲，就有的时候哈、啊。我发现你是典型的，就是说是这个传统价值，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是这个社会现在发生的变化很大。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你现在即便你不做这个整容，对吧？现在我们这个电视台技术都多得很呐、啊，磨皮啊，比如有些女嘉宾，我们叫磨皮啊，滤镜啊，你知道方舟啊，一针一针的，不是给你磨，有需要的同志，我们都给她磨。你看电视上很多，那就是。哎，那这个大家觉得挺接受，都挺好。你甚至于说，咱们展望未来啊，你说动手术整的，这叫整的。将来要是生物基因方面这个技术的进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父母亲的长相的时候，那么用在挑选演员这个标准上，你怎么看？这个是从外形上来判断的。外形上判断，其实我们现在后期大量也在做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有些女演员她有个大的眼袋，我们一针一针给她修，确实是，这没人要求我，我自己也会去做，因为毕竟你给观众还是希望给他们美好的一面，这个修是正常的，但是你说基因技术什么各方面变成，大家可能都会，对，将来一个科幻片可以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差不多长得都很帅，很漂没有，亮。里面有一个我经常说有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啊。这个什么叫假不假？我觉得无所谓的，等于是说我们男人穿个西装哈，会有一个体型，你站出来很挺拔。其实你脱了西装，特别中年男人一样有两个大胸脯，一个大肚皮，什么都一样。啊，女生一样嘛，说现实也好，通俗也好，戴胸罩、内衣很贵的内衣，把你身段说的弄得很挺，高跟鞋的无所谓啊。可是重点在于说什么？假如说整脸什么哈，那什么叫伦理学呢？就是说你不要承认是整，不要承认，要给人家觉得看呢，你在想我是整，是你的事，因为你说穿了，人家的幻想、想象的空间就没了，这样就不伦理了，不道德，就等于是男女明星地下情嘛。啊，明明知道你结婚了，还生小孩了，以前刘德华、谭咏麟这等等的，可是。你不能承认啊？为什么不能承认？你没有幻想空间啊！就像汪老师说，毕竟是他没有要求，你也会替他一针一针的修嘛。对，我们这儿唯一难的修的就是家辉。你要修，我把你彻底拆破了，是吧？是吗？你要替我每一次修。哎，我这次不是去台北吗？我每一次去台北，我都说什么要弄眼袋什么什么，有弄过的都说，哎，要休养一个月的。
然后我们马上说不行啊，下个礼拜要录文涛圆桌派，那又妨碍了我了。对，你知道吗，要不然文涛修的那么好看，把我比下去了。咱们国内相声行，全都割双眼皮儿。你说这相声、啊、相声行业，相声啊，说相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流行都割双眼皮儿，您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事儿，这够相声的、这个。对。哎，这个我，所以你知道，我就发现这个美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自己看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情况下，你看整容，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去整容的基本上都是本身长得还可以的，就是本身她就挺漂亮的，然后挺漂亮的女生，或者从小大家都夸是那个美女的。我看很多演员，她为什么后来又变脸了？本身就是大美女再去整，我觉得还是精益求精呗。但是像比如说像我其实就没有什么整容的这个心思，就是因为我觉得漂亮。我觉得你那脑门真的有点鼓得不太自然。是吗？这李嘉诚同款。真的。就是我在想，其实就是长得漂亮它本身你可以说是一个恩赐，但其实也是一个诅咒，就是说你就被迫的加入到一个跑道，你这跑道全是长得漂亮的人。但是就比如说你说像你要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这个程序员，当一个包括作家也好，你稍微平头整脸一点，大家就说你是美女，你就全靠同行的衬托。但如果你要当一个职业的美女的话，那你长得比你漂亮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我看了一般整容呢，其实都是长得还可以的。所以像马家辉老师也是好看过，所以要整。才整对。关键在这过这个。对。这个所以说九零后的女生都很毒了哈。过。那我告诉你那个这个我觉得最后还是两个字哈。得体。你最好的部分又呈现了、我经常举一个例，我以前不知道的，好多年前林青霞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啊，就在香港书展那个演讲，我来主持，很荣幸。然后呢，现场还怎么样呢？他了解一下，那个桌子不行，档次低，椅子不行，他自己花了20000块买一个椅子。我说我的天哪、一场演讲2个钟头，你20000块买个椅子，然后再买个桌子什么灯啊那个。好了，可是后来主持的时候我就明白，下面3000个观众，还有旁边的厅也有3000个观众，大江南北跑来看他。然后看到他的时候拿起手机拍，激动的流眼泪什么，我就明白为什么林青霞要这样。人家来看我，我当然要专业给他最好的部分。我不能马虎啊，然后拍照签名排队拍照哪个角度，为什么呢？我不能让人家老远来看我，说花时间，然后呢得不到那个快乐的感觉。你想一下，当他拿到那个快乐的感觉回家，他可能记得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一个那么得体的林青霞，那个时候我就明白，那个不叫什么挑剔什么装什么，这个叫专业。所以有的人呢、真是生来就是要做明星的、但是呢我们更关心的呢是做着明星梦的更多的人。所以你就说我为什么说要聊这个艺考呢，我还是在这个汪老师的这个朋友圈里那天啊，你像他这个老江湖哈，他都叹为观止。你看他发几张照片、我们来看看啊，下面这是艺考，考美术，考美术的。你再看下边，哇，在体育场，体育馆考美术啊。哇家伙，哎，这个数字你在网上去查我都不用讲，就说这个艺考的是这个录取率越来越低，对，报名人逐年升高。嗯，哎，对此那个作为那个考了4年才考上的汪海林先生有何看法？是这样，就是艺考呢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将来从事艺术工作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关于生活的一个想象，就生活和工作的想象，就是他要的那种生活，不用上班，天天在家待着。如果做演员拍戏的话，全世界各地去，很自由的生活啊。当然他并不知道那后面有很多那么苦难的这个背后的故事，但是他就期待这种生活。他参加艺考其实是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嗯，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孩子他家长带着他来找我说我们孩子想考电影学院。王老师你们能不能帮忙。我就问那孩子，我说你考电影学院，那你最喜欢看哪部电影？我不爱看电影。
他不爱看电影，他要考电影学院。哦，我知道了，他想做一个电影人，他要有电影人的生活。至于是不是干电影这个专业不重要。哦，他要像电影人那样，啊，旁边有美女，有这个什么啊，每天出去玩，关键是美女，哎，啊，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年轻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而且他觉得艺考呢，文化课要求不是特高，嗯，特别适合那个在学校教育当中不是很成功的孩子，然后又有梦想，又希望自由的生活啊，他一定去选择艺考。这种人群肯定是越来越多。但是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我那天问了一个美院的一个老师啊，他就讲。这个学艺术很可怜呐，说是真正能到，你比如说到这个剧团呢，你别学表演啊，现在统计说这几年大概只有10%的毕业生能真正进入到体制内的。他说但是呢也不叫失业，他管这个叫做大部分的人他就叫做你说的这种，实际他们叫隐性就业。对，就是啊，一半以上的艺考最后就艺术院校的学生出来之后啊是自由职业混。哎，就这么一种，但混他怎么活下去呢？也能活下去是吗？不是，你像那个耶鲁有一个统计，他们的收入啊，比如说他的法学院，这个什么医学院，他的那个收入都是排在最前面的，排倒数第一的是就他那个音乐系，就是他的艺术系，他都是收入，就毕业以后5到10年，一看都是最穷的，就是他就业率又低，其实也没什么工作，啊。就是你真正的从就业的角度上讲，选择去参加艺考实际上不是很明智。对，就我原来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做学术的还有艺术家，就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头部，就是最厉害的那波人是名利双收，社会美誉度又高，但是他的这个下层就完全是断崖式的一个断裂，就是说你这大量的底层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跟其他的行业它是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你最好的挣的最多，你第二的挣的其次，它是其他的是结构比较合理，但是这个这三个行业就是它头部聚集了90%的资源，大量的底层在这种断崖式的跌落当中一无所有，但是大家还向往着这个头部的生活。但是你说这个梦它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可没那么多年轻人有这个梦，这个梦呢就像你说他向往什么生活哈，我前几年呢还看过一个，哎呦，就是挺悲惨的一个访谈，最后这节目是为了说明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王宝强的梦啊是不是人不99%是不可复制的，对，就哎我一想他就是那种从吐鲁番呢，他到那个从吐鲁番要上大连的一个艺术学校都考不上北京的，然后这个父母真感人，就父亲陪着他坐火车转汽车，最后6天6夜，你想从吐鲁番到大连就脚都肿了，家里给他掏1年10000多的学费，上了之后上完第一年，然后就是说啊，哎，老师给你们推荐去当演员，去那个到康熙王朝，是陈道明演的吧？有康熙帝康熙什么的大帝什么之类的，啊，就反正一电视剧，就是说到那儿啊去当那个群演去，有个机会，这还是老师给找的，一分钱没有，因为这跟那群众演员还不同，群众演员还有钱，他们这算实习，然后呢，这小哥们呢就还挺勤奋。就是每天呢把因为有很多小太监的那个一句话扎好，哦，他把这个甲乙丙丁他太监的台词全背熟了，哪天老师一说，哎，这小太监需要答一声的，谁说他背的最熟，好，他就来了这么一句，有这么一晃。可是我就说这个梦啊真的就是他在这个电视热播电视剧上这个小太监这一声扎，就这一下他姐姐拉着他的妈妈到这个邻村有电视的人家里等着，就看他这一下，哎，全家人这个兴奋，以致到最后他为什么觉得他对不起他妈呢，就是又要第二年好像又要交学费，交5000块钱，家里就又给他，但是他妈那是他妈妈治病的钱啊，最后他妈妈就在去大连看望他的路上去世了，哎呦，所以他当时为了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啊，就是说我要拍一部电影献给我的母亲，你还别说他算成了，就因为他这个故事感动了人家有些人，
愿意支持他，最后他就拍了一个我的母亲之类的一个作品。嗯，你说你通过他这个事儿，他其实很多啊孩子他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干这个这一行的这块料。他很多孩子我接触比较多，考生什么的有的时候找我，他负责梦想，由他父母去落实，就他负责说我有一个梦想我要拍电影，下面上电影学院这些事儿你们去解决吧，他负责这个。其实呢演员有好多人他老跟王宝强比，他自己长得不行，他外部条件不行，他就跟王宝强比，或者跟那些长得不好看的演技派的女演员比，他觉得我至少比他长得好看，他都能当演员是吧。他的情况呢，其实在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那个表演系老师我是见过，我们是上过表演课，我们那个老师人家拉一孩子来见他，很漂亮女孩，他一眼就说他那个膝盖这儿不直，呵啊，然后你说两句话又说一句话，说声带闭合不全。我们看这做演员没问题，他一看就是他从专业角度不是看你漂亮不漂亮，条件就没有。对，我另外一个朋友呢，他是后来上的上海戏剧学院，但是他说中戏的厉害，他说为什么中戏当时那个老师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表演得很好什么什么的，但老师说你的嗓音吉他有老师，他说他主考老师说他可能是感冒了吧，啊，复试的时候我们再听听，复试再一听那个老师说哎呀可惜了，你声带四分之三处有结节，就他就是到专业到这个程度。果然他说我回去医院一检查就是声带四分之三有结节，所以他这个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就是当个演员你的，而且特别是这两年吧，纪委进驻在这个招生里边以后，哎，纪委进驻以后呢，所有的这个考生没有考号，临时现抓一个号进去考，就特别表演啊，他不能说自己叫什么名字，就是刚才在这个考场外抓的号。老师呢好像十个老师八个老师一起打分，我的好朋友赵宁宇跟我说立竿见影，考生这个招的这个素质就提高了。哦，他说管还是有用的，纪委一来就不一样啊。对，以前呢我听说是有些是艺考是这样的，院长是要求老师们把自己的人一个人可以教一个，把条子交上来保他们过初试。哦，复试以后就硬碰硬看专业了。这也是一个照顾老师的关系啊，就是过初试就可以。所以说这个要不说纪委进驻有必要吗？我记得前几年就老说这个艺考的这个什么内幕啊，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前几年啊爆出过那种新闻嘛，就是说学就是考画画，就是那画画呢，哎，他在这个被监考老师发现啊，他在这个羽绒服里藏着一个，就是别人画已经画好的，哎，结果给翻出来了，结果说，但是翻出来你怎么知道要画这个？就最后就发现这个很有可能，他一定也有校内老师的参与，校外的还有那种校外的，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艺考培训呢是个大买卖啊。很贵的，这家挣多少钱呢？你看我身边都有朋友的孩子学这个，有这个一小时800块钱的，还有这个一天2-3千块钱的。哎呦，这是比如说考电影学院的，有的那个你知道，从山东，他去年就来了，在北京租房子，然后就天天各种的这个培训就练，这样才考这个电影学院，一年30多万就出去了。那次我们中戏同学聚餐吃饭说。哎，我听说了，有人说考上中戏，给30万，包你上；如果没上，钱退你。我们说这买卖我也能干，有50%概率是吧？对，万一上了呢？对，那上了是因为谁上的？那你不知道吗？反正上不了退你就。但是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啊，可能这个作弊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但是，就是面对这种啊，200人里边取一个这种概率。家辉，你说让这些真的有梦，有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有梦有罪吗？就我想当演员的这个梦，
难道就我就你就劝我不要做这个梦吗？就梦我做了50年啊，基本上。哎，你做成了，江辉在电影里客串过好几遍。还讲，还用我再讲一遍吗？被剪得一秒不剩的，还说没有有梦没有罪啊。那重点是说怎么样来让他有机会踏入这个梦的门槛嘛。我们刚才的语言是坦白讲中老年的语言，因为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目标，然后有什么方法达成这个目标，也能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们经历过失败成功。年轻人本来就不知道啊，是不是什么艺术学校全国多少所，是不是他们说了算，他说你美就美，说你不美就美，说你有整就整，没整就没整。对啊，那假如是这样，有几个老师定生死的话，可是一个健康的，我们还是说回来艺术产业，要说扩大的娱乐文化产业的话，应该是多元的嘛。像在香港，你在不同的艺术学校出来也行，你在电视台有本身的训练班也行，刘青云、周润发、古天乐有没有？是不是当邮差的？古天乐我们都知道哈，还曾经在江湖上面有闯荡过哈，好几个，他有电视台的训练，甚至好多人根本没有训练啊就出来，是不是某几个艺术学校甚至某几个门派、汪老师汪系的子弟，你一句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这样我听那这样才不健康。像我刚听说什么每人可以准给一个名字，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光是这一个已经不可思议不能接受了嘛，怎么可能呢？汪老师，你觉得现在咱们就是说是选拔这种人才，或者说对待这些做着这个梦做着异梦的异梦梦异的这些孩子们，你觉得我们的这种上学的这种机制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大环境有一个挺明显的变化啊，这个我们当时我是大概90年第一次考艺考，我考上海戏剧学院，我就记得当时来考文学系的戏剧文学系的住在那个地下旅馆里，考生们都住在那儿，都在谈文学，就是所有的考生，考的人其实现在看不算多了，大概200-300人，他招10几个人，所有人水平都很高，我当时感觉都看了很多书，那么考到现在的情况呢，考文学系的基本上四大名著没有读过，然后什么什么就问为什么，说电影也没看过，考电影学院的真的他说学校不让看电影，他高中嘛，没有时间看课外书，就变成考题你知道吗，每年的这个难度就在下降，最后是要救活这些考生的水平，就出题。我有同学还在学校嘛，就是说，那没办法了，那就是出个文学常识就行了。以前上海戏剧学院考试是考生直接写一个戏剧小品，就考这个。那么你就自己一定是自己钻研喜欢，这就是一个门槛，你要不然戏剧的那个小品的结构，你的那个格式你都不知道。但现在呢，就是写篇散文。散文你都会写吗？当年你为什么考了考不上，考四回还考不是？我是这样的，我要命就要命在第一次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但是呢，完了以后90年突然考完了以后说北京的学校呢就压缩招生，就把北京录取的考生呢转到上海来，上海这个班呢只能招15个人，比如说。他留下3个上海籍的，那么其他录取的这个上海戏剧学院录取的这个非上海籍的就不收了，我都家里都买了箱子了，结果后来通知说啊，我们说这很随意高考，就这样就考上就不算了，就不算了，说你明年再来吧，然后就明年，坏就坏在第一次，就是因为考得这么好，你就所以决定第二年再考一次，第二年考的电影学院，我考的就是我专业课有一个影评，他是写一个影评，看一个电影，然后写3000字影评，一气儿，那一个下午就考这个。他写一个电影小品，一个影评，我分数都很高，我影评可能拿了第1，应该是。怪不得现在爱批评啊！对。后来呢，他很奇怪，他是专业课考完了以后就去邮电学院体检。
我觉得我身体好，我们中学推荐我去当飞行员的嘛，我觉得没问题，我就体检吧。什么地方有缺陷？对，我就嘻嘻哈哈我就去了。去了路上就有人说，我们这个班有两个体检给刷下来了。我说是吗？谁？你看那上面坐着一个，冒着冷汗坐在那，脸色煞白。谁呢？贾樟柯。哎，贾樟柯因为什么？他说个儿太矮。不不，说就是说他体检有一项就不行。我说哎呀，你看他这脸色，他就是不大像能过的，肝不好，我就说我说他这脸色就不行。然后旁边这老师过来说，万里还一个就是你。你是哪有毛病？他说我肝功能有问题。我说肝功能？他说我超了一点儿，你知道吗？哦，我说我吃了那个感冒药。哦，吃了感冒药，后来我就马上就再去那个262医院，是一个部队医院，再体检。人家说你哎没事儿，你把那药停了就没事了。我说我感冒也好了，我就拿着这个医院的这个报告呢，再去找电影学院。电影学院说这个不算啊。我说这怎么就不算呢？不就差两天吗？嗯，我说要么你指定一个医院，我去查，随便去拿，我再回邮电医院也行啊。不行不行，这样吧，哎，没事，年轻人，明年再考嘛。我就买张火车票就回家了。不是，我不明白，肝有毛病跟当编剧有什么关系呢？不是，他们可能是怕你会以后会有肝炎或者什么的啊。结果反正他传染了中国编剧界。转了没？现在还有，现在考完艺校或者说其他专业还要体检吗？要，电影学院还电影学院还是去那个邮电学院体检的？逻辑真的在哪里呢？因为假如用现在的城市啊哈。就是说你肝功能也好，我说以前文涛讲过什么色盲，对啊，我考大学也是色弱啊。那应该是特地给你帮忙的，就是说第一个根本不需要体检哈，没有关系，你有什么身体毛病，饮食失饮哈。第二个，假如知道确认你有什么毛病，是需要支持你帮忙你的，等于说你学校你证明你是过动儿啊，多动儿、就是、即使有残疾也应该照顾嘛。对啊，那当然啊，特别要照顾啊。对对对，怎么会因为你、这个、他因为可能是他是有一个单子是传染性疾病，可能就怕传染别的同学。那祸害了整个中国编剧界了。倒退三十年。但是我们这个后来第二年第三年了。对对对，第三年我是第三年这几个学校都不招生。只有一个舞蹈，北京舞蹈学院招生。我说这跳舞这些东西，他说舞蹈学院有一个史论系。我说哎，这我可以去考。他们为什么考艺术院校？当年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文学青年们的数学都不好。数学可以不考，数学不算分儿。所以呢，后来我一看，哎，舞蹈学院可以，就去考。后来说舞蹈学院这个虽然是史论系，但也得跳段舞。哦，我说这咋办？后来他们说就这样，老你如果不会跳的话，老师现跳一段，你现学。我说这忒难了，扭秧歌还行。对对对，就后来没考上嘛。啊，后来哎，到了93年，这才考到中戏嘛，是这样。哎